在啦，老弟你粉，老弟进来几天还是一浪向，一刻钟够会走四 S， 一家子十分钟收最后车站单子，上次该贴子。都进来在啦，西浪我个修的路的起家。一个钟头零四分够会来这写个子，我第四任南京单子，那个是我养出来单以来第三道单自家个三位甚至来。哦，那内上之水，刚挖过，打好浓浓泥，挖死，打挑死，不晓得啥个道理。马路上的人，还看是看起码一个海里分好哟。今这个天，冷是冷上天，阴是阴上天，别个位置问这个真经事体，好出气的。夫子面带着，上一道带一道来，位置2006年的秋天，打一个钟，中午历史来是个白雨一带，眼睛一上。十八年过去了，不晓得哥哥出来现在了海罗扎国老头走时候头，夫子庙顾名思义，就是纪念孔夫子的地方。不过现在眼睛过里望出去，不是南京大炮打，就是阿雪粉丝汤，也没海水啊。饭碗叫和平，肥鱼到世界，打猪食不能比伊。谁说清华大学毕业，还是白米饭熬个西上市？这次半日肚皮有点饿着，进来看看，还有啥免费品尝个么子搭搭。哎呦，鱼带鱼的，谁是海不够碗，还是出去吧。吃子高一回来买矿泉水，搿吃到我嘞。夫子庙从南北朝代以来，四次毁灭，五次重建，在十年的一道，也受教子再敢注入个光，托子普世君个福。但自90年代，真正踏子十一样的民族敏感，夫子庙终于有着一点点明清辰光的味道。至于当中王的大太子结婚银子嘛，只有寡个人晓得着。房子可以重新拆，但是地运一去不复返。坟庙、公园、学宫是夫子庙的三大组成部分。现在刷了一大高楼的，不晓得个档次公共厕所。国家一级博物馆平片室内，每人50块，还是上次吃中饭吧。退休工资3400，能够在四座四饭当中安度晚年，谁说三次感想着？梅花馆，这上面是不是小园子啊？多少钱一个？10块。多少钱一个？10块。多少钱一个？10块。再不吃自家不好意思。秦王美人当头一棒，天来要开始落雪子，10块洋钿冤枉动地，臭他！再来看看还有啥其他吃的，肉油、粉皮、生煎馒头、牛肉糕贴。这还光我头台个地方不对的，还有啥养了苏州的珠宝分店、石榴店贴着。